他很在乎你，非常非常在乎你。
起，不久就会开始渐渐痊愈。两人开始互相厌倦，互相攻击对方缺点，所有甜蜜都随风而去。然后开始从此这样无解，终于清醒，惊讶自己为何如此不聪明。为了爱情不管一切，不顾父母朋友姐妹兄弟，开始感到后悔不已。然后开始感到疲惫，沉闷气喘心悸，压中偷偷梦呓。然后是精神不济，统统放大，脾气暴躁，四肢麻痹，终于受不了要分离。虽然结果颇令人伤心，了解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。爱情终究是握不住的鱼，只是我想要告诉你。